叶董那边的单子就交给陈真来负责好。接下来你会面对到一个更不好相处千百倍以上的丑女皇。这一次我要证明我可以靠我自己。陈真带那个丽阳直接到他家去了。你那表情啊，就好像玩具被抢走了一个小孩子。陈真又不是我的玩具。不是玩具，是宝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至10点，鳄鱼水蒸是沙蛮灭章记，恋爱零距离。